我哋今日喺三条窄路嘅电影嘅戏院嘅外面啊，新任透视嚟同大家透视一下三条窄路嘅。嗱，咁三条窄路咧就绝对唔系一个七月十四鬼节嘅电影嚟嘅。系啦，咁啊，系咩电影咧？一个独立电影，我哋都揾到导演啊，咁嗰啲啊吓监制啊嗰啲，同埋一啲嘅啱啱睇完呢套电影《三条窄路》嘅朋友嚟倾下偈嘅，好嘛？咁啊，我哋不如揾导演先系嘛？唔系，先去片睇睇少少，睇条片段。佢更加冇殺人，長實來我唔知道，不過我老公同我講咧，話好似同呢個利港嘅高層有關係嘅。你知唔知呢間利港啊，同我哋公司幾大關係啊？每年啲廣告啊，如果冇咗佢，老總，我覺得今朝爆出嚟嘅謀殺案同我尋日影啲相係有關嘅。如果啊，我知道咁大鑊，連張相我都唔會俾你出街添啊！我以為你係親人，我先揾你幫手嘅咋？我真係見到佢哋殺人噶！我現在搬到回去我住嘅地方，我又沒有證件在身上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你做嘢唔可以咁样噶，德高望重有鬼用咩？三蚊号啊，同老总 friend 嚟噶。再讲啦，地广集团系公司广告大厦嚟噶嘛，唔喐得噶。我哋做新闻噶，老总讲咩都啱噶。不过我哋商业机构嚟噶，点应该市场主导吓？有咩想发表？好实在啊，好实在。真系变节三条，唔系变节咩？三条友点样变节？都唔系做翻自己本行嘅嘢，系咪先？记者做记者啦，冇话咁多嘢啦。变节，牧师应该翻多啲教会，探多啲房。佢搞社運嗰啲嘢，變節係咪先？係嘛？呢啲差佬，唔係過氣差佬，行古話咁樣搞正義，變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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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嘢個明哥形象，變節。咁啊係啊，黃毓民應該賣面噶嘛，因為你仲咪又變節啦，又變節，變節，個個都係變節嚇，成套戲基本上都係變節。值得向觀眾推介嘅，即係冇錯。我覺得啲粗口唔係多嘅，因為反映咗佢哋本身係星斗市民啊嘛。就我好中意就係佢啲主角真係有血有肉啊嘛。而最欣賞就係佢最尾嗱，雖然咧最尾我哋就覺得都有啲唔鋸。牧師冇理由唔死嘅。唔係，牧師一來唔死，我哋唔鋸啊。冇理由唔殉道嘅。死啦！但唔緊要。殉職。但係佢最尾嘅時候咧，佢仍然係啦，包有少少包底，但係好彩阿黃毓民咧。啊，講唔講得佢最尾？好啦，覺得。哇，鬱敏最好啊！最尾嗰度講完之後，都唔知邊個香港人幾時忙啊！啲人都係去睇波時間整個咁嘅電台。咁最終其實影翻佢哋每個人咧，到最尾其實佢哋活生生其實都做翻，即係其實冇乜引起話咩社會改革啊！啲壞人死曬啊，拉曬打靶啊！全部壞人咪仲喺度，係咪咁樣先夠實在？社會咧係應該可以容納不同嘅聲音嘅。好啦。在我哋今日討論呢個話題咧，就係講我哋知道香港人咧好多時都喺大陸投資設廠嘅，咁有啲投資者咧為咗要控制成本，周不時都聽到偷工減料啊，又或者係哋工廠嘅通風系統咧設備不足，又令到好多工友咧吸入啲有毒氣體。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接通個電話咧係一位內地嘅朋友打嚟嘅，佢正正咧就係想講下有關嘅問題。馬牧師。你個女兒是不是在德生小學讀緊四年班嘅？喂，醫生，我姑娘，老實講啊，馬牧師，我希望你咧可以為我哋做生意嘅弟兄姊妹咧著想一下，即係好似我哋富麗企業咁咯，我哋都因為你咧得失咗唔少客人噶。嗱，前兩日啫嘛。我哋同你講傾生意，人哋一知道我係翻你間教會嘅，啲面口即刻變埋，最後我連約都簽唔成。教會咧，就希望你放多啲時間喺度。咁至於外邊嗰啲咩電台啊、政治啊、咩七一遊行啊，希望你又放低啲啦。揾呢位姐姐啊，好嘛？幫下呢個姐姐，呢個靚女啊。喺北京嗰度認識咗好大班教會嘅人，咁咧佢哋嘅心聲同呢出戲咧有一啲不謀而合嘅地方。佢哋嗰個理念好好，佢哋就話咧燈咧要放喺燈台上，唔係放喺底下。咁要去真係作鹽作光嘅時候，你究竟你嘅定位係乜嘢咧？即係教會嗰個角色喺社會
到底要起到啲咩作用咧？咁可能以前都比較潛水啲，但係都我覺得即係牧師講嗰段啊，有幾個位其實都真係要一個當頭棒喝，要俾翻教會去諗翻到底教會角色係乜嘢咯？見到導演喺嗰邊喎，會唔會同阿導演傾下偈？喂，同阿導演，咦？佢咪導演？崔導演喎、啊？咁假啦，你哋啲學崔導演啊，係啊。咁有咩動機？有咩嘅構思？有咩衝動令到你要拍呢套戲咧？我其實構思就好耐噶啦，個衝動其實好耐之前噶啦，而家係好沉澱下噶啦，應該就嚇。咁因為係2003嘅時候，大家都應該就係七一啦，嚇。咁跟住即係應之後就名醉風靡啦，一連串嘅。咁我套戲其實都冇揭露一啲咩秘密嘅，咁啊黃文先生亦都冇講俾我聽嚇。咁但係我哋。就係、是，但係我嗰陣時就開始覺得香港已經係令到我好，即係好唔舒服咯。即係人就會覺得，即係不如爽快快一過一劑算數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啲人潛曬落水底，或者選擇嗱聲靠大邊，即係唔好好似明明好似係一個好自由嘅地方，但係又有咁多嘢令我哋唔舒服。咁我以為嗰陣時七一一定會逼到有啲嘢會變㗎啦，50萬行出嚟喎。咁但係點知你行下行下，你發現到冇㗎喎，即係原來大家又係行下咁嘅啫喎。即係我，所以點解我會有一個咁嘅衝動？我明白我套戲去到最面好似去到最後好似係有啲説教，我自己睇翻都會，亦都可能會係好似好正面咁啦，即係好即係好似有啲嘢做到到咁樣啊！呢套戲裏面咁，但係我就係覺得，如果每一個人喺自己崗位度做多少少，其實係可能做得到。親愛的兄姊妹，我哋話愛係要行。我哋爱呢个城市，我哋就本住圣经嘅教导去尽公民嘅责任。当我哋见到呢个社会上面有唔公义嘅事情发生，我哋要发声，尽管呢个声音系微小，但我相信上帝。喺香港拣牧师嘅角色，因为香港我哋有70% 嘅政府官员话自己唔系天主教徒，就系基督徒嚟嘅。O K， 系咁佢哋运用紧佢嘅权力，点样管治紧我哋？咁我想即系。用我的一套方法去傳釋基督教，其實不是這樣的。那在我的角度來看，我有少少看耶穌是一個 social activist 的、即是一個社會行動家，是一個改變社會、即是希望將他的東西傳出來、那為什麼我套戲裡面有妓女、有這些很低下層的人？因為我覺得耶穌是跟人玩的、是他關心的人。那這個第一點，第二點就是我選牧師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在香港講正義、講理想、講堅持咧，就好老土嘅。即係譬如我話：，哇！我拍獨立電影好辛苦啊，咁咪話咁，即係我自己都肉麻嘅。即係一個教師好有教育理想，其實好正常嘅，但係又唔知點解又好肉麻嘅。但係我覺得一個牧師，如果有時候揾到廖啟智做嘅時候，我話得啦啩，即係有說服力啦啩。咁結果亦都佢真係好做到呢啲嘢出嚟，因為最後嗰段戲我承認係幾白嘅，但係我真係每次睇，我頭先走入去睇翻後面少少，我都有啲毛管動嘅。再一次，即係佢講門係窄嘅，路係少嘅。即係邊度喺鬱敏嗰度咯，真係係啦。係啦，即係我覺得佢係好有力。我係感受到神嘅呼召，要我去宣揚上帝嘅公義。聖經話：當進窄門，因為引去天國的門是窄的，路是少的，找著的人也少。其實我都知道行呢條路咧，並唔係咁容易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会感受到孤单，甚至是被出卖。但我仍然深信，只要我们继续坚持走下去，坚持为公义而发声，上帝一定会看顾和保守。啊，好嘢喎，佢真系基督教左派啊，呢啲系啊，我哋嘅 friend 嚟。冇错，所以我真系好希望你能够拍多啲电影咯。三条窄路、自己找嚟睇下啦，啲场数好参差啊，好 Q 机噶吓。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晚9:30得一场嘅啫，同埋星期六日3:30半夜下昼都系一场嘅啫，都系一场嘅啫。地点咧都系得一个啫，就叫元芳 Element 嗰度啦。系啊，就系又系黎广德咧喺嗰度搞咩筹款晚会同阿梁振英就喺呢度，又系呢度，又系呢度。即系梁振英嗰条路又喺呢度，三条窄路又系呢度，真系你睇下。香港就是咁窄噶啦，系啊，真系，所以咧点啊？得噶啦，嗱呢条啊，三条窄路啊，都系独立电影都系60蚊张飞，系学生40蚊，几多大学生剩40皮？系好。